只能开到这里。出于人道主义的需要，我们准备了救生艇在后头。啊，全部都得下去。啊，对。先下来，来，下，上。同伴们是去度假，你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荒岛上。这么多箱，这啥呀？大海里面的。箱子放着一些各种生存物资，可以打开共同里面的物资，但是每个箱子都有相应的价格，打开箱子需要付起心愿地。各位，我真的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件事儿。善财，你看一下你的手机里边还有多少钱。嗯，不是，谁把我钱包弄空了？对，啊对，这上期好几千呢。是这样子的，上一次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算过了，你这手里兜里一共有3700块钱。那个子涛，嗯，早上你出发的时候是你选的这个游艇是吧？你面前现在两艘船，可以自己选择乘坐哪艘。这还用选吗？就这个啊。住游艇啊也是有花费的，1个小时2000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董事长给我的吗？董事长给你找的船呗。董事长就这点本事帮我找个船。刚才你们登船是10点20分，现在是12点40了，现在算下来的话要花4500块钱。你们既然付不出4500块钱的费用，游艇只能开到这里。出于人道主义的需要，我们准备了救生艇在后头。啊，全部都得下去。啊，对。各位乘客，各位乘客，本次旅行到此结束，请有序离船。那我不划了。哎呦，这屁股不行了啊！哎呦我去，咱们跳下去吧。好，游回去吧，游过去我估计要快点。坐在边上，走了。那我们走了。来，走，一起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等会儿你那边轻点，我这边来，你先。真没他俩乖。箱子是宝藏。有吃的没有？哎，那里边是我们所有工作的补给。